各位好，咱即马开始上课哈。好，各位台湾民政府所有同心，大家阿曼，大家平安，真欢喜看到咱即届受到这个高级班，就是晋级，咱要来了解。在咱这个台湾民政府这节，我想讲过来大家分享，因为咱都食饱吼，所以咱大家放轻松无要紧，咱用真轻松来去思考，就讲在咱台湾对一百年前甲今仔日拢总发生过什么代志？有个人追究搁较久，四百年前到底有发生什么款，互咱感觉讲，大家拢讲咱台湾这块岛屿是遮尼啊水。请问各位，你毋知捌真用心看过咱的台湾无？咱大概若咧读地理的时阵，拢会去看到台湾。伫咱徛伫台湾咧读册，咱所读的地理位置，拢总是伫迄边、迄边中央的所在。感谢呢，吼、哦！当城以外，迄边甲咱讲，迄就是咱的故乡。也是讲。在中国那边的地理位置，很多很多人跟我说，哦，那倒位倒位，连考试都考出来，让我们一直背一直背，背到路尾，那边很了解，我们这边都自己不知道。你若问到说，在中国哪一条溪，哪一条河最长，他会跟你说，长江跟黄河。不过你敢问说，台湾哪一条溪最长，他说我不知道。这就是咱即卖囡仔吼，就是落水溪。啊，有人伊讲啊，落水溪遐长，伊是对倒开始，对倒结束，流对倒位去，种种，咱拢无去了解到讲，这条溪甲咱生命结连是啥物款的关系？咱家知讲落水溪种米啊，种真好食，啊，就一直生米，吼啊，一年会使收几啊遍，敢若知安尼尔。啊，若关系到溪。拢会去了解到讲，迄毋知有鱼啊无？有他菇无？安尼尔，其他完全拢毋知。啊，若关山，就是想讲，迄有樟脑啊树，吼，迄个神木，啊，迄毋知撮起来在做啥物物件？咱所想的，就是一直甲咱的经济利益黏黏做伙。啊，咱互咱的台湾原地遮尼水，煞一直变作讲，咱敢若一直为着。利益啊，有关啊，阁是利益。所以咱个台湾这块土地，所有当予咱的利益，全世界来个咱台湾这块所在，把咱的土炭挖了了，啊，树啊错了了，啊，错了时阵，换咱开始去顾迄个无个爱惜，所以伫咱这块台湾徛久啊，敢是你的？真侪人五十年前。有的人想讲，台湾吼是一个非常非常歹的所在，所以大家拢拼要去美国，拼要来倒位，要来倒位。迄毋是干咱恁，也是咱台湾人，包括我家己嘛共款。我时阵也无着了解台湾的这个水的时阵，我开始拢会想讲，啊，是毋是来外国较好？是毋是外国才是真正咱徛起的所在？啊，毋过。在我接触到真侪朋友，外国朋友，伊问到咱台湾的时阵，伊甲我讲，恁台湾非常无简单，因为台湾土地遮尼小，竟然有四千公尺的高山。伊讲，你位地图甲看落去，迄个纬度甲台湾共纬度的，拢总真侪所在，陆地拢总是啥物？沙漠，啊无就是沙漠吼。啊，无就是打屁屁，永远无一块像台湾这么清脆。这就是咱真去甲袂记的所在。尤其最近有一个专家伫台中咧演讲的时阵，阮徛伫台中州，请来演讲时阵，伊将台湾真神秘的秘密讲出来，阮大家错一条。咱拢会想讲，中国的历史比咱较久，啊，毋过伊讲。在台湾的历史比中国加久一久的，确实的，
吼、哦，这你的嫌弃我都开始听到，我嘛敢问讲感知呢？伊讲无疑问，伫台湾古早这个所在，这是一个真伟大、真文明的所在，非常非常文明，全世界要无的时阵，伫台湾就已经有啊。伊举足侪例出来，伊举真侪例讲，真真正正全世界古文明伊的所在发源是伫台湾。恁可能拢唔相信，啊！不过我听伊讲了，伊讲咱台湾拢总足久以前都长毛象。伊佫甲我讲一点，伊讲咱捌看过卡通片迄个金银岛有无？伊讲金银岛你敢知伫倒位？都是伫台湾。我讲干嘛呢？结果伊将金银岛迄个地点所叙述的。伊咧描写一项一项一项，甲讲出来，拄啊甲咱台湾合甲麻麻无契合。咱来记哩，伫尤锡坤院长伊咧拍迄个雪山隧道时阵，伊弄着啥物物件？伊弄着这个物件时阵，伊讲这全世界吼，可能干咱只有尔。伊讲这水吼超过偌久？不是一千年哦，一万年。你甲想，伫咱台湾竟然有迄个山内底安尼个弄落去，有万年的古水藏伫迄内底，代表台湾真早以前都有用到真文明，伫咱台湾开始建设，是咱人类伫台湾人唔知影，无去甲听说，所以渐渐乎真济人来甲咱遮，伊嘛甲我讲，伊讲你若唔相信。你会当看到台湾，我会记哩学生囡仔时阵，老师拢甲咱讲，恁吼爱学公斤、公斤啊吼，公斤度量衡定位用公斤。我甲问讲老师，啊是安怎有人用斤，有人用公斤？你知影老师的回答，就是讲无水准的人才咧用台湾斤，但是经过迄个教授。甲我介绍了后，伊讲台湾斤，台湾一斤是偌大的重量？十六两。你敢知讲伊的一斤，迄、那个单位藏伫啥物所在？全世界一斤，唔是台湾的用，一斤伊的单位是用一寸的黄金立方，吼、哦、一寸一寸，长宽高各一寸，安尼就是一斤。600公克，迄藏伫倒位？藏伫英国博物馆内底，讲即安尼就是一斤。所以你甲想，台湾有斤代表，即、這个古早台湾是啥物所在？是一个真文明的所在。若无文明，拢总无遮个度量衡，无公尺，无长度，无重量，啥物拢无，就是用看用准的。啊，毋过。台湾竟然有重量、有长度、有种种，这一万年前就有啊！讲到这，我活动看到咱，是安那台湾今仔日你敢生活了，你会满意？真无满意，连我嘛感觉真无满意。吼、哦，是安那那真济方向，它变作讲，到底台湾今仔日所发生的代志是啥物？咱斗斗来甲分析。好、哦，将我所知影、看到的，甲咱大家来分享。第一，就是讲台湾，你有感觉讲台湾人自古早，逐项拢未晓的时阵，就是皇冠，冠甲落尾，伊用足侪特色，尤其伫咱对六十几年来将近70年的时阵，台湾的命运确实是陷入一个真大黑暗期。这个黑暗期是非常的艰苦，人讲，大项拢会使防，武弱拢无要紧，就是性命袂使无去。啊，毋过台湾变作三款，我用一首歌曲来用描写着咱台湾的心声。这政治人物大概每一届唱着这首歌，伊拢开始会想讲，反正就一直甲唱，一直甲唱，两种想法，还是检采你有另外一种的想法。台湾是安那有这种歌曲会伫咱台湾出现？
好，咱来欣赏着第一段就好哈。因为来，咱来听一首歌，看你捌听过无？你听了感想什么款？唱歌听听下就好，咱第一段听好清楚啦吼。这段吼是原底我拢唔知即伊咧唱啥，加上一声叫做母乳。啊，母乳住伫阮隔壁吼，伫差不多十年前，因家有买一台迄个卡拉 OK， 啊，逐工唱，逐工唱。啊，伊真爱唱这条迄款，因为我本来袂晓，啊，听伊唱，唱两年啊，我会晓啊。吼，我拢无甲学哦，啊，家己安尼听安尼听，听甲会晓。是旋律也晓，伊迄个 melody 也晓，但是有一天去到拜访的时阵，我看到迄个歌词，我咧甲看落去。你想，你的感想来什么款？伊讲台湾的命运，咱卖甲讲到台湾。第一，咱来看到伊独家所表演的情景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情况，你感觉迄个唱歌人是快乐还是悲伤？好、哦，咱会真奇怪，迄、那个脑内底敢袂冲突？伊我看伊跳甲真快乐，连伴舞的嘛真快乐，连咱听的人检查你嘛真快乐，感觉诶，这个歌真好。啊，毋过伊所写的歌词是将咱的灵魂甲卖卖掉，尤其伊讲甲落尾讲做啥物款，拢甲当作迷茫，不管伊啥物人啊，反正拢甲当作迷茫。请问，伫台湾诶这种情形内底？予咱一日一日的困去，就是因为安尼，咱拢无去甲思考，是安怎台湾当作母乳的时阵，伊用母乳的身份扩伫咱的心上，是安怎母乳感到无人权？母乳嘛是有个人权哦，但是到落尾，伊爱打扮这个妖娇美丽模样，啊，予人去安尼摇来摇去，然后到落尾伊的人生讲。不管是什么人，拢来招来跳舞，啊，甲当作迷茫。咱已经迷茫七十年啊，七十年内底，你敢要阁继续迷茫落去？那继续困，继续迷茫，减赛一百年、两百年、三百年。但是我甲各位讲，经过一百年的时阵，咱已经惯习啊。你袂去感觉讲，哎、欸，咱做母乳，咱做奴才，有啥物款的无好？你会想着讲啊，应该袂歹，因为吼。做奴才要他吃，对不？只是皇冠尔。啊，我规世人无要出国啊，无要紧啊。我伫台湾安尼酷酷西酷酷西，啊西久，啊嘛是安尼过日，一天过一天，袂歹啊，真好啊。啊，毋过当你听到屏东、东港遐个所在，渔船啊驶出去，去予菲律宾安尼甲你拍一个，啊，你个感想来啥款？迄时还佫伫海顶哦，有一日。伊若爬起到面顶，甲你唱了了，啊！你毋知要感觉啥物款？啊好，啊这还佫无要紧。咱看到真济中国人来到咱遮佚佗，你只有甲讲，是安怎有足济观光地区拢开始予中国人讲来你摆遮优先权？咱大拢一直让伊，一直让伊，到落尾台湾人要徛伫倒位，咱就会开始。来遮思考，拄开始我嘛感觉讲啊，卖惯伊，但是拄到咱这个台湾民政府，
伊予咱所，我毋是讲台湾民政府这个组织是一个，吼，这是一个政党，伊毋是政党，伊是一个应该爱有诶物件，是咱毋知影。所以伫遮，我来分析讲，台湾是安怎奈怎愈来愈倒退，迄个意识愈来愈无去。第一项，伊就是用着无底诶知识来教咱。用着真无底的知识，用着迄唔知迄到底是要创啥，伊无徛伫真正的知识来甲咱教，敢若像讲伊甲咱做伙时阵，咱拢一直听着一个话，吼、哦，咱自囡仔古早古早，咱拢捌听过，好佳哉有一个姓蒋的，伊来甲咱遮保护咱，防止中国甲咱拍过来，强匪啊拍着咱，啊咱才会使平安伫遮生活。啊，尤其伊佫讲，伊是民族的救星。若无伊来，我看咱台湾的土，哈，一代真难得的伟人。但是你有佮想过无？伊讲伊是一个真伟大的伟人，而且咱读到伊的册时阵，伊佫咧描写伊囡仔，囡仔时代，伊对囡仔就开始，咱就佮形容到伊真优秀。咱敢知影迄个姓蒋的偌优秀？伊讲吼，看到鱼仔哦，安尼爬，安尼爬，啊，就会晓讲啊，来保护台湾，敢会安尼？无可能吼，因为通常若我看到鱼仔吼，我若是讲迄个较孤单的主，迄囡仔就是安尼尔。但是我唔相信伊一个八九岁囡仔，我倒看到迄鱼仔咧往上游，啊，毋过你甲想吼，鱼仔伊若倒流的时阵，伊会死去呢？这是咱第一点，听到讲伊甲咱讲的话到底是真啊假？第二项，伊讲又搁一个，伊大汉啊了，搁带战争啊，战争拍到来对咱遮来的时阵，咱敢无另外思考一点？伊讲伊就是民族的救星，啊救哪敢救咱来到咱遮呢？啊，而且伊搁讲到一点，你听了唔知啥物款？伊讲日本。甲咱欺负甲足忝的，日本甲咱欺负甲足忝的。教育讲日本将台湾炸甲密密麻麻，有无？你若听到囡仔讲，啥物人来轰炸台湾，伊会讲日本。啊，甲咱炸甲密密麻麻呢，啊好无简单，一来将日本人甲赶走，啊赶走嘞。咱会想讲，哦，莫怪伟人。但是咱想讲，咱打赢日本，咱变作是战胜国时阵，咱哪无爱去甲讨公道？伊讲对着日本来安怎？对啊，以德报怨，吼、哦，咱拢爱甲下面啊，日本吼拢唔通甲伊计较啊，咱吼无叫伊赔偿给咱，啊，咱就转来过去就好啊。但是佫话都转来看这边，吼、哦，咱拄则是看台湾的太平洋这边是看到日本，但是你若看到台湾海峡这边，你敢知伊用啥物角度咧看强匪？囡仔时阵，伊用啥物角度咧看强匪？反共抗俄，杀猪拔毛，迄讲到安尼实在是太个老火老地，真残忍。包括为国小开始就教你讲爱检举匪谍，啊教你讲爱保密防谍，教你讲。爱对着万恶的强匪，爱真甲谴责，袂使甲强匪啊讲话。但是我真奇怪，伊咧写着保密防谍，人人有责的时阵，迄时阵学校吼拢打两条门帘吼，学校门口都拢开始打。啊，匪谍伫咱身边啊，造成朋友甲朋友之间拢袂当做伙，尤其。我看到一点，我上加兴奋的。我唔是咧看到迄检举匪谍，我看到讲，那检举匪谍有偌济奖金，奖金50万。我敢逐工就伫遐算，我爸爸逐工做工课做到要考研，做到安尼一个月才领几万块，安尼来甲检举一个匪谍就50万安尼。所以我专心咧抓匪谍，抓到即阵抓到几个无半个。抓到落尾，我去甲老师问讲：“老师，匪谍是生做啥物款的？”啊，伊嘛讲伊唔知。
啊，唔知是安那，咱一直咧讲爱个掠，吼、哦，所以造成咱这个冲突了后，互咱感觉讲，飞碟是一个生较真歹，尤其咱那咧画迄壁报比赛，伊甲中国人画作强飞啊，拢甲画作啥物款，迄无啊滴落呢，安尼烂烂呢，安尼叫做强飞啊。啊，咱拢想讲，我看了遐侪都无拄到这种诶。啊，后咱一直开始去想，想到落尾想无时阵，过来，伊甲咱讲，讲咱就是爱反共，啊反共抗俄，哦，啊后咱安尼一个安尼开始兴起着迄种对着敌人的迄种，哦，安尼真愤慨，甚至佫包括。我迄班有一个同学姓毛诶，你敢知影偌可怜？全班唔敢甲伊耍，吼、哦！大家讲，哎呦，不要跟他玩，他姓毛哦。啊，考迄个同学呢，我感觉讲姓毛敢有啥物唔对？啊，是安那姓毛就袂使甲伊佚佗，啊，姓毛敢就袂使做伙。迄时阵，伊用这种愚妄的教育，伫咱的头壳底内底，一直甲咱教，一直甲咱教，教到落尾。咱若想讲，家一直咧注意敌人，无去注意到讲，其实咱拢骗你啊。过来第二项，伊就是甲咱讲到讲，咱看到遮个物件，到底袂晓去分辨是真还是假。伊甲咱用到讲，看到强匪，伊甲咱讲啊，强匪病真艰苦，啊，拢总爱食足济。金蕉皮还是啥物货？因迄边生活是非常非常艰苦，但是咱无想过，伊迄边遐艰苦遐人是变哪生活？啊，佮咱感到真正较快活，所以用到这种无真实的消息，啊，一直甲咱教育。佮来这毋是佮安尼尔，伊佮用到考试，伊考试内底，伊开始对着咱台湾的。囡仔开始改教育讲，恁都爱像中国人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。奇怪，中国人的共匪，啊是安那奈个甲做共匪啊？堂堂正正做个共匪，安尼足奇怪。但是咱拢想讲，咱就是中国人。伊用安尼甲咱教育落去，咱敢无发现台湾分成两种，一种叫做高级的外省人，就出现啦。伊甲咱咧做伙当中，咱咧读册，咱常常拢会看到国文咧读嘅册，拢总是中国嘅诗人。中国诗人作者，逐篇掀过，拢看到诗人，拢总是中国迄边嘅。包括一个徐志摩，我对这个上印象。阮老师咧教这个华语嘅老师，伊安尼非常嘅欣赏，定来都讲，这徐志摩是一个一代。诗词的大师，吼、哦，伊讲到物件聪慧就是讲聪明有智慧。啊，老师就讲，哎、欸，这应用的很好，因为这句话下面人讲诶，徐志摩讲诶，所以作文啊就得高分。我甲写一个叫做聪美知影无？聪明又美丽。啊，老师讲这文词不通，我就甲老师问讲，老师啊，啥一写就使，我写就未使。伊甲讲你是谁？我讲我嘛是人啊，伊嘛是人啊。伊讲人家徐大师是何等人物？结果伊甲讲了，我开始去找徐志摩这個医生。我甲大家讲，迄、那个人唔好甲学。你若饲着种囝，你怎考出来？迄种囝对着咱人类有啥物利益？你敢知伊的生活是啥物款？伫剑桥哈，剑桥英国剑桥大学。读册读十年，读未毕业，啊，逐工都是干那把钱花啊！啊，你知伊交几个女朋友无？哦，娶四个，啊，规工就干看闲册、过船啊、散步，安尼尔。伊一生中间毋捌赚过钱，伊一生中间毋捌为着伊家庭尽着责任。我甲老师举例出来，我讲老师啊，这种人你敢要爱？你敢敢去？伊听听看者讲，我嘛唔敢，啊唔敢！你若叫阮咧读伊个册，这就是予咱看到讲，咱敢若一直看到表面，所以咱一直无精神，无起来了后，咱安尼一直阁教囡仔。
囡仔受到咱的影响，伊嘛认为考试就是爱背足侪足侪册，啊，伊就爱背遮，愈背，伫咱台湾的囡仔愈大汉，啥物会无去？伊完全无国家意识。你看到中国的诗人，伊完完全全无讲到国家意识，包括咱考大学的时阵，伫高中拢读到一本册叫做《孙文的学术》。叫做三民主义，三民主义，咱刚才以三民主义来底，你写到的物件，你若注意甲读，你会讲侥幸哦，是安尼安尼敢会杀你？伊讲民族主义是咧追求啥？追求民族国际地位平等。迄时阵考试，哦，我上爱考这种试，因为吼，迄考大学吼，你读这科就用考差不多100分啊，啊，大家拢拼死读，民族主义。就是追求民族平等，民权主义就是追求人民权利平等，啊，再来民生主义就是追求人民经济平等。请问我拄则念照到位毋对？伊用啥物款追求？请问人权敢是用追求的？迄本来就是应该的物件，毋是故意去甲追求。所以这个物件，予咱真济选举的人，大概咱咧选举，像最近足济立委开始要去参选，有诶县长佫开始要提名参选，伊个广告内底拢甲咱写着啥？启动幸福。你若注意啊，徛伫遐看讲，哎呦，啊咱的幸福拢无启动呢，爱等甲伊来一条，啊才使启动，敢是安尼？伊底下话甲真大声，我若当选，我要启动咱彰化县台中的幸福。啊，等下你调再来启动，啊，即马啊，你进前做遐拢无效，你进前咧创啥？而且大家所讲的话，咱拢无去甲思考。有个人伫候选人的当中，伊咧选举内底，伊大概所画出来物件，拢是讲，我若当选，我要争取地方的福利。请问伊？你若感觉即句话敢对，地方的福利敢是爱伊来争取？毋免，地方的福利是全民政府应该着爱福利的物件，迄毋免靠争取的，迄毋免争取。只要你若是徛伫国家内底，这个政府着应该爱注重你的福利，毋免去靠议员来争取。所以咱今仔日。会看到台湾人民的第二，予咱愈来愈混沌起的物件是啥物？选举。吼、哦，我知影顶只课咱有讲到选举，予咱愈选愈欢喜的时阵，伊选举怎甲咱读甲写甲戆戆戆？伊个等下讲，你若问到隔壁，你若问到讲有咧选举的人，你若问讲你选举啥，你要选一个候选人，伊会甲你讲一个足好笑的答案。伊讲。我想要选伊，因为吼，我若出代志的时阵，我会使找伊。我感觉讲，咱选举是为着要出代志，敢是安尼？你的选举是为着要创啊？要出代志，啊，通有一个来甲你斗相共。但是伊若无想讲，咱若有恶担当，拄到代志的时阵，是啥物人爱替咱出头？政府，毋是遮。啊，过来，伫选举的宣传车内底，我嘛看到因咧宣传的内容。有一届，我听到一个候选人讲的话，我真正讲，哦，咱选举选来有够搞。伊伫台顶话甲讲，我啥物人选举一定清清白白的买票。哦，咱捌听过吼，即句话吼，敢若听起来你会感觉讲，对哇，人迄买票拢清清白白。我优秀嘞，吼、哦！伊嘛在画甲真迄个哦，我拢清清白白的买票，啊画安尼画画画画到落尾，大家拢甲拍扑啊，讲对，咱爱选好清平就白买票的人，像迄有诶拢无咧买。啊，你也听着，甲咱若去甲讲，唔好买票啦，这买票无效啦，伊甲你倒甲你骂。我着捌去互阮遐阿婆，甲我骂一句讲，啊，恁迄家店去买票，敢要共抹黑？我听一下讲，我叫你讲，唔好投予买票的人。伊甲我讲，
你若无爱去买票，是要讲抹黑。啊，所以这就是严重严重的错误去啊！伊拢感觉讲买票是一个正常，买票是一个行路工，买票是一个正当的文化，迄是咱台湾人民唯一的福利。因为买票，伊甲称作退税，政府甲咱扣啊这去啊，所以你甲想吼，伊讲伊的逻辑嘛足奇怪，伊讲吼。甲咱买票，迄就是政府欠咱的，因为伊甲咱买票，甲政府的钱，甲提当来献给咱大家。啊，你分到1000块，分到2000块，你就足欢喜的。你拢无想讲，你提到这2000块，你后壁规厝竟然互搬了了，会袂？咱就是无想个只。所以用着选举的文化，真济教育，互咱开始踏空，然后开始过滴讲去。第三项。咱看到这个追求，吼、哦，尤其我上爱，我咪讲上爱，我每一届若看到这个物件，我心就会感觉一种真大忧伤。台湾人伊家己无一个正当的思考了后，伊开始用着伊拄着问题无咋解决，伊开始用着真偏僻的物件。我自细汉就是囡仔。囡仔时阵，我就带伫装卡。我有当时咧想一件代志，愈想愈奇怪，因为伫装卡囡仔，唔知是咪，我较特别搞怪。因为吼，我常常拢想讲，啊，规装头都你这个囡仔上真。暗古大汉了后，我只是将真实的话讲出来安尼尔，煞发现讲全规装头吼。迄是好佳哉，我走了上紧，走了有紧，啊无当去用公司都遐。因规砖头的知识，拢就用砖头甲砖头袂使哩合作。我常常互阮迄个船长吼，逐概若讲要行过甲伊边买物件，伊就拢甲我交代讲，咱即砖的无去砖买物件。啊，我讲是安怎？因为吼，咱迄只砖甲迄砖无来往。我讲啊是安怎？因为因的祖先跟咱的祖先冤家，我讲哦，哎呀，唔足久的啊，啊是安那冤家，啊你就卖管遐济啦，反正就是安尼。伊用着安尼，甲你切出砖头甲砖头袂使合作，请问啊，无咱要甲谁合作？啊，那安尼落去，是咪咱的朋友愈来愈少，愈来愈感觉讲是安怎？咱提倡，咱一直咧。你讲着讲，咱都爱团结，啊，是安那团结当中，都爱甲砖头相对立。原来，这有一个因素，就是每一砖拢用一个宗教问题，甲咱的砖砖扣伫内底，后来每一个人开始，你爱去渐渐去思考。我自己那开始想，奇怪，咱砖头若发生代志，拢总去做一件代志。唔知道要讲迄真啊假，开始第一用什么款问神，啊神要哪问？用宝贝，啊嘛有人用当机，吼、哦、啊当机咧调的当中，人来问讲啊这真啊假？你边啊证明是讲真啊讲假？这当机就足厉害，开始拿刀啊一直抬伊胸口，我就想讲是安怎？伊要证明伊真正诶，伊就用这种暴力的动作来伤害家己。啊，无死代表这是真诶。刷来，我嘛去想到，假使伊若要证明伊是真诶，伊那无爱带咱大家吼、哦、去反攻大陆就好啊。当然，这个生头来底。拢充满着真侪真侪，因家己无了解，啊，毋过伊袂使阻挡人的想法。我古早囡仔就是安尼真敖乌白想，但是我咪乌白想，我是照实在话讲。有一回，大家咧跋杯时阵，底下一直跋一直跋，大家拢讲真欢喜，大家拢拜拜求签，啊，就跋杯跋了，啊，就抽一支签，啊，若抽着好个，就哦，等于因兜放炮。一届。伊嘛叫我来跋杯，
我连续我唔知看无，我无看无讲伊到底是虾米，人大讲啊，你试看，你试看卖啊咧。我怎开始甲跋杯了，规砖头都开始拢咧笑。伊讲啊，你这够衰，吼、哦，你这够衰，连跋三界拢总或者虾米款，拢总，嘿，较背啦，讲咧生气啦，吼、哦，伊讲，拢反正就是无就对啦。啊，伫这个无的当中，我怎开始讲，哎呦，啊你哪只戆？我怎啊甲问遐个阿公阿妈，还是带我去遐个人？我甲讲，因大家拢真好奇，拢讲啊，你拄只问什么？问啥物？是啊，那你那无得到神明的答应，我甲伊讲，我唔敢甲你讲，因为即句话，规砖头走来阮兜甲我问，讲你到底是问神明问啥回？那三个拢总无答应。啊，我讲我唔敢甲恁讲，因为唔敢甲恁讲。了后，因引起规砖头好奇，动员着船长来甲我问，问讲你到底是问啥？我讲我嘛唔敢讲，我惊你去带，吼、哦。结果，伫大家一日过一日，拢开始咧注意这件代志，看到我，都开始拢咧笑我讲你那遐戆，你那遐衰。但是骨落尾，我甲伊讲，是应该恁较戆才对吧？因为当恁大拢问我讲，我开始是跋啥物杯，我讲。我是甲伊问讲，你敢会晓？你敢捌？伊三家拢甲我讲，伊唔捌，伊未晓。啊，所以呢，伊就讲伊未晓，伊唔捌。啊，咱大家那拢听个，那拢相信伊讲的话。因为我才知影讲，我就是先甲伊问讲，你是会晓还未晓？啊，你是捌啊唔捌？伊三家拢甲我讲，伊唔捌，伊未晓。啊，我讲啊，咱这个神在遮要创啥？吼、哦，这就是看到人讲。是安怎？规砖头的人开始那只调直，但是骨落尾，伊因为安尼的情形，荷兰的人民开始拢不要去思考讲，你追求这个信仰当中，你有一个物件已经无去啊。全台湾的人，我相信因的祖先、因的人民绝对拢有灵位，但是无台湾的地位。看到台湾。已经对到甲讲，纯灵位名无地位啊！啊，你若讲啊，灵位伫倒？灵位就是伫公妈牌后壁掀起来，迄拢总是。啊，毋过伫遐，你的位置敢敢伫遐呢？伫咱外人开始会喘气、会食物件的人，咱敢毋免去追求咱台湾的真正地位伫倒位？咱所追求的只是敢若。我阿盖那死了，我要吸伫因迄个内底。我问过做些老人，我讲阿妈，阿你那要甲这个阿盖你死了，那讲迄爱甲摆到伊迄个内底。伊伫只咧思考的当中，看到讲伫咱台湾所对伊方向拢总错误，互咱一日一直感觉讲台湾都可以一天过一天安尼就好啊，拢总卖想遐济。所以，当咱加想的时阵，会引起规砖头拢总对咱的攻击。尤其，咱敢唔知有去注意到无？有真侪大人讲话拢乌白讲，啊，唔是我听人去讲鸟，是伊家己讲的。吼、哦，因为真侪大人，我看到迄个砖头吼，迄、哦那个乡村的社会内底，原本是真单纯、真古锥的社会，啊，毋过经过这种统治了后，咱才变作拢家己拢毋知咧创啥。简单讲，家己为着煞变作规砖头的人，敢若要比较竞争。我甲看起来，规砖头就是要比较竞争，安尼尔。那拄仔咧挂掉啊！每一个人开始就是咧比较讲，阮兜修行较济较少。啊，那拄啊拄着风台，尤其拄着风台上明显，大家拢咧比看者大声修行。啊，这个比较内底，有个人一开始会惊讲，哇，规砖头那请无工要安怎？规砖头那安怎时阵，大家拢无要甲咱斗三工，咱是要安怎？所以引起
国争头真奇怪，无代无志，本来咱就拢无啥物冤仇，啥咱变作你甲我拢袂当做朋友，啊，这就引起真侪分裂啦。伫遮，我嘛甲阮呢，囡仔时阵，我发现着一个阿伯，一个应该算阿公啊吼。因为伊真爱等，我大概看伊就是真骄傲迄种形象出现。伫阮规庄头内底，大概拢等于讲伊真有气力、真敖，啊，真有刻苦耐劳的精神。哇，大概呐，咧修行了后，吼、哦，修行了切啊了后，伊就开始伫遐讲啊，规庄头拢一直讲，拢讲你甲看，即届特别风台来进前。无人甲我斗三工，我一个人将七包拢总甲扛倒来。哦，我偌济气力！伊咧讲的当中嘛，充了真济怨恨、怨叹，讲啊，我吼七包，伊家己讲，伊即家己讲的哦，唔是我讲的哦，伊家己讲夸口的话。伊讲，那迄时阵七包真济时阵扛袂倒来，然后伊做一件代志。伊讲，伊甲人拍电咧，啊恁甲举倒来。我囡仔开始一直想，奇怪，那举袂倒来，迄个电咧哪都会倒来？是安怎？迄个电咧啊，就开始有产生气力，啊总甲举倒来。啊，甲扛会倒来，扛袂倒来，有法度无法度当中，伊就讲迄个电咧，啊就会使举倒来。第二回。我真好心去甲伊嘛，佫开始咧讲啊。伊讲：“哎呀，今年吼、哦，风台特别来啊，啊特别佫修行啊，啊但毋知要安怎，啊代志啊叫工叫人甲斗做。当伊来叫着阮附近的人的时阵，伊讲我好心甲提醒，我讲啊树阿伯，啊你那买佫订一届就好啊。佫订咧，你顶回订就好，啊这回敢无效？”啊！你我顶回感觉你订咧就讲有效，啊！即马你去订一届，啊，都免叫人啊！你拢总甲搬倒来，吼、哦！顶回你就安尼啊嘛，伊怎啊查起来，一直甲约，讲我讲话甲伊五日，吼啊！啊，就约甲好走安尼，啊！我一直甲即阵啊想无，是安怎那迄订咧都有效？原来迄乌白讲诶，好、哦，迄无影啦吼。好，所以看到咱这个情形了后，咱进入到。台湾人开始无迄个思考的逻辑概念，咱迄个逻辑吼，诶物件渐渐都失落去啊。过来上个严重的，就是用着做善事。咱拢知影做善事是好也歹，是好。啊，毋过前天我看到一个新闻，伫南投伊迄个所在。因一个爸爸带一个三年级的囡仔，还是四年级的一个查某囡仔，伫遐看到讲，伊迄路那一空，啊，伊就去甲补起来，用家己的钱，用家己的气力去安尼甲补迄个空。当时媒体去甲报的时阵，伊甲报道了，啊，结果转上新闻，上新闻去了后，咱就发觉到讲，伊过去访问着啥物课？南投的建设科，唔知倒一乡的建设科，结果媒体去访问到这个建设科的时阵，你感觉建设科的人爱光彩来遐接受访问，还是看走来避？哦，迄那我会走一避，吼、哦，因为这原底是我爱做的物件，那去有一个爸爸带查某囝咧做。啊，毋过迄个人，伊讲甲讲，吼、哦，真感谢因安尼做吼，因为因个善事吼，啊，毋忘全部个乡民会当做善事，啊，继续做。你敢袂感觉着讲，即、這个物件补路、路一空、扎一窟，迄是啥物人爱去补？迄是政府爱去补，是人民。所以伫中国个社会内底。我捌看过因一篇的报道，因咧表扬因的老师真非常的敬爱。结果，因的敬爱老师就是讲，伫遐徛起来面顶，伊咧念迄个书，念伊个书籍的时阵，伊讲
咱真感谢咱这个某某老师，伊为着要争取到咱的学校经费，伊不惜着伊的血、伊的肉体，去甲中国的高官来困，啊，争取经费，啊，全校咧甲表扬。我唔知影这个感想，你看了什么款？是安怎伊做善事，啊来取代着政府的功能，而且政府愈来愈无功能。政府一直鼓励恁去做善事就好啊，啊，毋过毋通袂记哩，这个功能是政府爱去做。伫美国个社会内底，我相信因做善事是政府爱去感动。看到日本几年前津波，311迄个津波海啸大地震，迄个兼职人一开始用着真严格骂着东京所有人民讲，恁就是伤过贪心，所以才受到天的谴责。迄时阵，大家拢叫哎落台落台，伊讲无，我讲的是事实。有落台无？无落台。伊勇敢，兼职人首相，伊讲我无要落台，因为我讲的是事实。但是骨落尾，谁哪哪落台？因为伫伊的内底有两个人夭死，伊怎落台？请问，咱若住伫台湾，即个多数的人，你敢无感觉到，今年冬天已经报道过人寒死，尤其伫台北的迄个龙，迄个啥物市，吼龙山市迄个万华迄个所在，听讲已经有更十外个，已经更去客家啊，解药已经死足侪啊，因为熊熊寒死。嘛有，啊！伫这官司内底，你敢无去想着讲，啊！伊官司啊，过来咧，过来，过来，就是去台。过来，有人甲报道讲，有一个神人真善心，提出真济，吼、哦，提供予这些人来埋葬。我讲，我来做迄区的政府吼、哦，我真正见笑。你予你的人民来官司。你和你的人民来要死，这敢是你应该爱做的。但是在我们的百姓概念里面，我们都一直认为啊，这政府是政府，我们不能怪政府，要怪什么人？怪我们自己啦，因为我们自己算说用到政府用到这种方式来跟我们说的时候，我们越一步一步越沉沦下去，他用到轮回，伊拢甲你讲，你今仔是谁啊？奈安尼？因为顶世人做了真歹，啊，你着认命。啊，佮请问，若讲用了轮回有效？轮回若是真呢？你敢会相信？我相信，人生出来，好、哦，等下咱来介绍讲外国因的观念是甚物款。在咱台湾，若拄到无拄好的代志、恶担当的代志，拢是认命。伊认为讲，我就是顶世人做了歹，所以我即世人同款。啊，毋过外国人的看法无同款。咱敢捌去想过？所以讲，做了好，顶世人做了好，即世出世做人，你才是真正。安尼叫做修行，安尼来。啊，毋过，我问大家问题。这个问题，咱来特地来思考。第一个问题就是讲，你感觉古早人较济啊，今麦人较济？今麦人较济对不？吼、哦，台湾古早1500、1800，甲即阵2300，人是愈来愈济。第二个问题，你感觉台湾人愈来愈歹，还是愈来愈善良？愈歹。安尼答案就出来啊。准讲轮回那是真诶，我看见来只上课诶，后壁拢总精神啊。因为要做人无几个，包括徛伫遮咧讲话嘛，拢精神啊。反正是只长颈鹿伫遮咧讲话，迄就是好、哦。当然我唔是咧骂大家，我是咧甲咱，比如讲，但咱若做轮回有效诶时阵，咱规家路拢总精神啊。因为人是愈来愈歹，但是咱人是愈来愈侪。迄、那个观念内底，咱若无去甲突破，代表讲咱这个政权一直予咱安尼甲咱生动的时阵，
咱一直无回头，这就是咱台湾一直困到即阵无精神的所在。刷来，真有希望的，就是讲，咱要来看到外国，咱值得学习的所在，因为有的人开始要精神起来，但是爱真大勇气。咱精神了后，精神所面对第一个代志就是看到这个现实，你唔知惊吓袂？我要来为第十七世纪讲，十七世纪是一个宗教改革。在因的社会内底，伊嘛本来用着真宗教化的问题来去限制因的人民。你敢知因宗教用着？迄时阵，天主教开始讲，你若犯罪人开始用钱来买迄个票，啊票摕来烧，啊你的罪就会当赦免，会当无罪。啊，大家一直买，但是有钱的人伊愈做愈歹，无钱的人一世人咧用欺负。直到有一个叫做卢梭，卢梭这个人就是天赋人权，伊第一个提出讲，大家唔当互这骗你。根本袂使受了轮回压制，因为人只要出世，伊就有人权。注意哦，人只要出世，伊就有人权。伫咱遮诶人嘛，来问啊，人权是虾米？当然，人权这个物件是普世价值。当你要无拥有诶时阵，你拢开始讲啊，我无人权要创啥？毋是共款爱做，照他食。无唔对，但是当你无做无他食的时阵，那要是虾米人的责任？政府的责任，这就是人权。所以你若看到英国，我每一届看到英国，因咧开始欧美国家，因咧补助福利金的时阵，因咧人是领甲理所当然。我若失业，我先生领救济金，我用正正当当，我无见笑。哦，我看到英国，因咧领救济金，实在予人心酸。咱敢知英国救济金安那发的？英国的救济金是甲你算讲，你一个月爱甲我食几粒卵？一个月内底，你爱带囡仔去佚佗；一个月内底，你爱带囡仔去看几遍电影；一个月内底，你爱买偌济营养品予囡仔食。一个月内底，若寒天，你一定爱甲我点迄个炉啊，燃料迄个费用政府出落哩。当你听到遮，咱的心神的意外，看到咱台湾，台湾有真侪庄稼人，有真侪阿婆，伊若摕到一千块，伊就伫遐欢喜干呢。一年摕到一千块，就是九九重阳，摕到一千块，伊就底下足欢喜讲：“哦，你看我食到遮老，有赚了着一千块，恁这少年的也袂咧，摕来咧甲顶。”但是我看到感觉讲，这敢叫做福利，迄是一个食剩的落来福利的尔。伊无去看到人外国是甲你用你的性命计算。你的生命唔是干那饲猪饲鹅安尼就好，伊将囡仔嘛甲你教育，你教育的经费拢甲你算在内，算算了后，甲你算算看偌济。伊讲囡仔，人类是国家的财产，袂使你像你个人安尼甲糟蹋掉。这就是因欧美国家的思想，因为伊感觉这人权都是袂当互侮辱的，所以卢梭。伊讲出这个时阵，迄一个欧美社会怎改变？改变到落尾，你看因的进步，甲咱这边有足济无共款。伫台湾的思想唔敢去突破，台湾咧学习的物件，我捌问过真济妈妈，伊咧教囡仔，哦，迄教囡仔去学英语，学啥学啥学啥，啊咧学的当中，连家长家己都戆戆。迄家长就家己推推，迄囡仔吼，捌一届带囡仔去学习的时阵，咱拢有这个现象，学英语拢要指定老师教。我囡仔要学什么老师教，好，咱拢真够找这种关系，就去世界探听，叨一个老师是较高教，
啊，我看看讲，啊，你着叫孔子甲你教就好啊。敢袂当安尼？大家老师，大家每一届开学的时阵，所有全部家长，就是拢咧找看哪一个老师较好，哪一个老师较优秀，哪一个老师较严，哪一个老师靠咧收红包，较紧来甲送去。然后伊甲你教的物件是笨手。妈妈一个妈妈带囡仔讲去甲何家人美女，真无客气的甲伊讲，我要指定何家人老师教我囡仔。讲指定哦，人家讲无啦无啦，迄阮的看棒尔啦，讲我不管。你既然用何家人美女，就是我要指定何家人老师来教我教。对，啊，结果因囡仔讲妈妈，安尼，我来来长颈鹿美女好不好？伊若去长颈鹿美女，反正是长颈鹿甲教。哦，因囡仔也要欢迎。你佫看到因咧学钢琴的人，我实在看到真悲哀。每一个妈妈带囡仔去雅马哈去卡哇伊迄个音乐教室咧学钢琴，学甚物学甚物时阵，我捌问伊个老母讲：啊，你学囡仔，你囡仔是要做甚物？伊讲。我嘛唔知道，我你让囡仔去学是要创啥？伊甲我讲一个重点，会使讲电。让囡仔去学物件、学钢琴，就是为着要讲电。伊拢无去思考讲，咱对小学开始所学习，甲你大学毕业、博士毕业了后，你所学的是要做啥物？我看到英国。看到美国，看到真侪欧美国家，因伫要毕业进前，拢甲因讲，真侪尤其美国一个西点军校，我看伊迄个校训，看到实在是感动啊！伊讲，恁伫遮学习文武专才时阵，恁打出校门，你都爱将遮代志拢总甲袂记哩。伊袂记哩，毋是讲学个拢袂记哩。伊讲，你爱将你所有人格，所有迄、那个。迄、那个是啥物？所人咧甲你形成迄个计划，拢爱甲袂记哩。你爱动作，我要开始服务人类。伊就是讲，我学诶，就是要对人类有帮助，你才打出这个豪门。伊安尼大概就提醒，欧美国家的学校，你若去读过美国迄边学校，伊若要毕业进前，拢甲你讲。你若开始毕业，最后一关当然咱学习，咱迄个拢已经摕到文凭啦。但是要踏出校门进前，迄拢会甲你提醒一点：你毕业，今仔日毕业，剩最后一项的考试，就是要踏出校门。你若感觉我踏出校门会当对着人类有帮助，安尼你就毕业啊。大家都要踏出进前，拢会去思考这个问题。啊，毋过看到咱台湾，那每一届毕业典礼，大家都欢喜庆祝、献花，啊，开始做真济无，敢若就是讲翕相啊、翕翕的，这就是咱台湾无共款的社会。伊予咱拄到的，就是讲咱会使去讲夸口讲哦，阿爸母我已经毕业啊。啊，毋过伊无想讲，这个毕业踏出这个校门，过来对着人类要做啥物？咱将来毋捌去思考过，这就是咱一直认为咱做了真好。所以，当咱看到这个时阵，咱就知影台湾骗七十年啊！要精神，歹精神，看的是改；要开始有一个真大改变，就是看咱今嘛。刷来，我用一个影片。你看了这个影片了后，你就知影讲，曾经嘛捌拄到真济盗贼。今仔日咱咧行台湾边政府这条路，嘛是用着足济足济，会辛苦无唔着。啊，毋过你认真咧看的当中，你看用偌济困难，因丧失了偌济生命，因走今仔日的社会。好，咱来看这个心得。